然后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请平常可以管得住他的小朋友坐在他旁边，或者是他总会小朋友一定会觉得，我跟这个人住在一起，我就是很焦躁不安，但跟这个人住在一起，我就 OK， 我就需要班导师这样子协助我帮忙我这些事情啦。然后用具的部分呢，那我已经之前已经有先给小老师传 mail 给老师，有一份那个课表。那因为我是今天到学校，然后必须要去看学校的行事历，就说礼拜五有没有遇到放假，学校有没有活动。那刚刚瞧了一下，哎，几乎都没有活动，那可能就是可以照我的原来构想的东西去上。那每个。